来继续来看咱台湾囡仔去伫咧美国职棒大联盟咧发展的好手张玉成，是伫红袜红袜啊这队咧攻球。张玉成伫红袜啊甲勇士队的这个热身赛第一场先发就登就好表现，伫咧第六局的顶半局攻出着二垒的安打，这嘛是红袜啊队第一支的安打。啊，先发守二垒的张玉成手臂冒七动相杀的演出，不过红袜队的打线发挥无理想，全场只有四支的安打，上尾也是1-6输予勇士队。穿红色20岁球衫，台湾的歌手张玉成今年大联盟热身赛头一摆穿红袜的战袍对决勇士队，这场先发定守二垒，排伫第九棒攻甲守表现拢袂歹。虽然头一球过了伤悬，互人接杀出局，也毋过经过调整了后，真紧就找回伫经典赛有求必应的好手感，伫第六局的顶半强。Line drive, is that a jinx? Did I just jinx us?Chang is into second. First hit for Boston.打上垒包，一贯双手比铁的动作，国防部长张玉成真的是有够猛，讲出二垒安打，攻占得分圈，这是因这队出现的头一支安打。红袜啊，之前总共干那南山的四支安打，台湾阿成就贡献一支。张玉成总共有三个打数，一支安打成绩单，在第八局顶半局去探三垒手，失误时阵上垒，唔呐进攻有表现，定守二垒的张玉成，伊的手臂方面嘛，好队友真安心，大家拢学到。面对真强的内野球，张玉成准确的掌握快传二垒，再上到一垒，真漂亮完成双杀的手臂，切动4-6-3 double play， 展现本身攻守双方面的好感觉。虽然最后红袜是以1-6输予勇士，也毋过公部长的好表现，嘛无枉费台湾的球迷透明伫遐过电视。Hello， 大家好，我是乃鱼，要教给大家两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